就是官方的那种解说版本嘛。哎，我操，地震！地震被天震大克对面三狮驼，他们要飞崩了。我们这是要被对面三攻一波带走了吗？飞机嗷，这把嗷过来的话不太好扛。还有一个师徒想点掉他，光靠神木林吗？被大克法系的面伤可能不够。直接荆棘五单烧，暴不暴力？来兄弟给一份跑，不不不，面子都不给打哦，对面有点暴力啊。只要扛住对面没有变身了，其实也就扛住了。打三攻就是这样子。看一下能不能扛住，扛住就扛住，扛不住再说呗。
扛不住就下一场。哎，不过真的啊，卡特把地震被天震大克也是最醉的。观战基本上差不多，飞燕变身还有几回合？两个回合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下一场。